11月15日，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在加州旧金山探索博物馆举行了 APEC 峰会的欢迎招待会。正值此次盛会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纪念亮相，一袭蓝裙完美展现好身材。另外，38岁的智利总统博里奇也再次展现不拘一格的风格，不系领带的西装造型令人眼前一亮。这两位领导人的个性魅力再次成为 APEC 会议的亮点。